我们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，我们在这里买东西给你。高唱中国歌曲我们不一样，惊人语言天分让男童爆红。柬埔寨红十字会闻讯后已捐助他和弟弟金钱，媒体找到他本人采访，还能以流利中文对答。你打算读大学？有。今天还是想去国外，还是想去？去北京，去北京去读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干什么啊？更有北京电视台力邀男童上节目，要让男童表演唱歌，不排除提供出唱片机会。这是几年级了？你？我九年级了。成绩好不好？好。肯定好的，早上不住，下午买东西。原来男童已经14岁了，只是因为营养不良显得娇小，为了讨生计，从小就上街卖商品，多国语言一鸣惊人。法国。哦，免息不哭。哇，你我的 only man yet madam on pu on do la。哇，可是我一个一起的咯，我那三个我一个。游神快拜仿佛是真人版的语言翻译机，还身兼点唱机。买不买10块人民币，你好帅，差不多18个老婆。你要买不买，你不买你老公都不爱你。改编歌曲都受商品逗的众人笑呵呵。哇塞，好你在你面前杀个，我要一个。哎呦，语言神童唱出童工悲歌，也凸显出在柬埔寨会语言或许比读书有用。想秀康，你做不到。